咱当地开基祖庙天后宫，兴建于清朝康熙年间，相传啊已经345年。今仔日呢，拄拄啊好是新历五月初四，也是农历三月二三妈祖生。蔡英文总统感念咱当地妈坐镇咱中华宝岛，保境佑民。所以呢，特别献匾啊，叩谢神灵，同时啊，向咱妈祖婆祝寿。那现主席啊，台湾社会相关心的，就是两件代志，一个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啊，全世界已经有1,500,000人得到这个病毒啊，有321,000人不幸去世啊，真感谢吼，咱全国的人民。大家共同合作支持政府的防疫工作，所以呢，咱的表现比其他的国家有较好。因为防疫成功啦，吼，经济自然之前都会顺利啦。所以咱的民众的兴旺，在地方的兴旺。咱中华民族的兴旺，Thank you.